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其他问题而调，只问您那销魂的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德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王师的这个 CDZDW 什么意思啊？我在这，你们怕不怕啊？一来就嘲讽，哇靠，这个E3不得了啊！地图是阿拉曼机场标准模式，我们在怎么说点位，对面的斯大林说呵呵啊，呵呵。前几天我在某苏宁店啊，看到了 Xbox One，哎呀，就玩了一把，跟那个老板聊得开啊，所有人都以为我马上就要买了。我问一句，什么版？国行，呵呵，啊走了。哎，可以看百事通啊，呵呵，哎我就走了。啊，对面那个斯大林说啊，别以为你的裆打不穿，别以为我不会藏的，哎呀。两边都在放狠话呀，哎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哎，好怕好怕呀，别打我呀，哎，你不要这么跳，我跟你讲，等会儿搞不好先打的就是你。耶，哎，被亮了，他们212了。还好还好，没玩出事啊。啊，这里50，那你就不要激动了，你这个会被玩脱的，你再激动就变成掩体了。100上来了，不知道用了什么炮弹，哎，管子怎么略长了？然后你们有个中坦和 TD 一起的，啊，哦，他说那个541，哎呀，啊，还嘲讽一下，激化敌人内部矛盾啊，从内部瓦解敌人，好牛逼呀！哎，你小心右面啊！那个刚才被你嘲讽的那个430在那里。你小心火炮就好。哎呀，呀灭了个爹！你看他打你了，妈蛋！用的是 AP 呀、啊，打的哪儿啊？啊，我操，火炮开啊！你废话好多啊！等会儿打死你。哎呀！目标被击中！啊，这！100被喷了一口，又缩回去了。啊，那往上面走。其实他只要把他的这些裆藏好，你看他关键他奶奶个腿，这个炮盾太他妈大了，这么大一个大脸盘子，你打呀，啊，有种你打我，哎，有肉吃啊，不要激动，就，呵呵，哥你还是上金币弹吧，否则你拿他没办法的。后面那个263隔得远了，也是拿他没什么办法。哎呀，快上好了，快上好了啊！啊，他想打263，啊不，268回去了。268这个以为安全了啊，想出来。哎呀，打着火了，烧死那对异星恋，烧死他们！哎呀，车里面这对异星恋啊不 啊，他们在捡肥皂弃暗投明之前啊，就被268给爆了。啊，这尼玛简直不科学，不科学到爆啊！看看113走，113带在这儿确实没太大的用处，它是个重炮。哎，你们来啊，来一发我打一发。
穿透他们的装甲。终于也没穿啊，不然一百要哭了。这他妈游戏还能玩吗？可以把这个玩意删了啊！以后下半身就再也不能直视桌面上这个叫坦克世界的图标了。打我！哎，穿透手漂亮！哎呀，对面要哭了，这他妈还能玩吗？这你大爷呀、啊！彻底服了你了！哎呦，要出事儿！把目标干掉了，对面吓尿。但我们下面那根线也快守不住了，怎么办呢？要么回防，要么赶紧。哎呀，我动不了了，被偷当了。啊，五四一要干嘛？啊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你上来，你来啊，你来不来？哎，你来！靠，你他妈快来呀！啊，看见 AG 俱乐部的那个美女经理啊，那个菲菲，她跟他们一家人去哪儿去旅游？去昆明旅游去了。啊，有个妹子跟她长得很像。他说我们是双胞胎，不是我换了衣服哦。啊，我一看，哦，说的是个，原来他真的有一个双胞胎姐妹。啊，说的是个。好，刚才就你在这里嘲讽是吧？你完了，你的后脑勺，你，哎呀！啊，对面说，我重启的火炮为什么开不了炮？说明你鼠标左键烂了，只能这么解释。啊！一炮带走。我们重创目标。啊，差一点，但这样的话 ，STB 搞不好想要强上。啊，咱们的火炮插件不要用。啊，这原来是这个影响，真的。啊，你嘲讽，你再嘲讽。目标被击中。啊，你打不过他了吧？啊 ，STB 很聪明，只要退下来。哎呀，要被偷。哎，好漂亮。赶紧躲起来呀！103下来啦！司令T在打咱们，打不穿你个逗逼 ！STB 赶紧躲！去 ，STB 是个诱惑，一直在勾引这哥们儿。哎，好的，他想穿包穿你妹，老子拍你脸！屁后面那个杠七，谁去收拾他呀？哎呦！哎呦，他干嘛？他要冲下来，你不要吓我啊！呵呵。哎，手机开始有电磁波干扰啊！刚才谁不服？啊，又开始放狠话，干扰对面脑电波。哎，啊，让对面决策失误。这对，关键是对面也挺淡定的呀。我靠，这要出事儿呀！啊，对面说死蹲在上面还好意思说，你被打死了你还好意思说别人，你妹呀！这种人家要这样说的话，你都还不起口啊。他说上来帮忙而已啊，哎，不过他上来确实打到一些东西嘛。他刚才不上来，那下面这帮人就被干得更惨。啊，咱们往这边走。怎么搞？那边只有一个113，到哎，我手机叫唤。又有人发新年问候语了，回都回不过来啊！
是我家狗在敲门，我去给它开门吧。啊，好了，然后，啊，现在呢，居然没发生什么事。131墙上的那个杠四，他在这里等人过来。哎呀，好完了，113要没了。他其实都有用 HE， 你还得喷掉的。好的，但是40T会把他给收掉，这是没办法的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转角遇到爱，我们一起转角遇到爱，导弹被弹开了，关键他打的没打出血，快走吧，笑了，笑了，笑了。哎呦，这是我们的履带，无法移动。103肯定想跑，但他们修的也挺快。我们赶快走！哎，血量下来了，哎，他又躲了，那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，否则又要被断带加伤害，那就神作了。哎，关键你们断带中间，他两边都可以搞你。那对面也就两个人，但是万一他们同时出现，咱们还是很蛋疼的。特别是等着那个40T，如果他等着上弹一就上好了啊，再上来，那咱们哎呀！我觉得你退上去吧。这样的话，你只用防守一条路。啊 ，HE 高爆弹啊 ，H 嗨啊，爆炸 ，explosion， 难道是这两个词的组合吗？哎呀，没穿。他不出来，好，哎，这里也打空，你要来呀、啊，哥在这里等你，有种你就来。哎呀，打不打？可以再被包围，我们已停止移动，够了啊，呵呵。下一个目标，转过来，出发。再想打穿没那么容易啊！哎呀，你压的就会断腿，断腿狂魔。不过现在断腿也有经验，还是跑到这里边，现在打的又修好了。出发，修理怎么那么快？哎，你也稳着点来啊！哎呀，我靠！我们已停止移动。四零 T 还有多少炮弹啊？快没了吧？居然不跑，这么有觉悟！啊，司令你跑了跑了，没弹了，不要跑。哎呀靠，司令你跑了，等着上弹。这时候他应该立刻往右拐啊，不应该是立刻往左拐啊，这个哎呀菊花一紧，好，你完了，打得漂亮、哦、呵呵呵。啊，他要进家是吧，躲在那个里头有很多掩体，但他再吃一发就走了呀。啊，停下！难道要打字嘲讽？我看他说什么。啊，我等屏。啊，你应该打白字啊，哥，好不好？你要打白字啊。哦，你看他是在问队友，因为现在他确实也没太大把握嘛，搞不好，对吧？会玩脱的。没修理了，如果说他第一发没打中，人家把他腿断了，上好弹的跑到他屁股后面噼里啪啦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
跑得非常漂亮，天赐良机啊！啊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邮箱来联系到我 ，QQ 邮箱是76785852@QQ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